弹力带一拉一收，轻快律动的健康操特别适合银发族。手吼，那个手啊，伊拢会较会安尼吼，袂讲很足灵活的，啊，佮较会较无迄个力。啊，这弹力操吼，伊安尼扭吼，伫我感觉，我咧做迄感觉，迄佮有迄个活动力，啊，佮会流汗。慈济之工和许多社区结合，成立关怀据点，帮助长者打造乐龄生活。安排课程或活动的过程中，难免会遇到瓶颈，借由增能训练，吸收到许多好点子。这一些东西带回社区，我们可以更好的跟长者来互动。让我们的长者去刺激活化他们的脑部，然后运用他们的手，然后非常的专注。彰化和云林300多位慈济之工相互学习。我们把所有的课程都做成录影带，也如果听了这内容，他觉得很受用。那么未来在手机上，他们都可以不断地去了解。教具简单，方便携带。志工说这些课程很受用，已经迫不及待要回社区和长者们分享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庄志雄、纪淑珍彰化报道。